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庆，欢迎收看 Max Only 大设计。电动汽车最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续航不给力，偏偏充电桩还设置的特别少，这也就是大家为什么不敢轻易下手电动汽车的主要原因。为了让充电桩触手可及，德国初创公司 Ubertricity 就提议将路灯改造成充电桩，随时随地就可以在街边充电，完全是电动汽车的续命神器。该系统需要先对街边的路灯进行一个多小时的改造，让路灯变身为充电桩。当遇上电动汽车快没电的时候，使用特殊的充电线就能将电灯与车厢连接，之后就会开始充电。直到充电完毕后，该系统就可以自动解散。相比起传统的充电桩来说， Ubertricity 不需要占用额外的空间，依靠现有的基础设施就可以实现，安装起来容易还便宜。不过他们自己也表示，这套系统的充电速度比不上快速充电站。不过我们在使用汽车的时候还是以闲置时间居多，因此充电速度快不快并不是特别重要。好在街灯与电网的连接十分稳定，就算是耗电量大的汽车也可以一晚上充满电。对于电动汽车来说，随处可见的充电桩实在是太方便了，但是路灯下都停满了正在充电的车，也容易造成交通堵塞吧。视频元素来自 Ubertricity， 由 Maxone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one 创意公园。